更要让我转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天上还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臭小子，你找死！你是跟我说吗？请大声一点。皇上，刘公公的病若让微臣来诊治，肯定不药而愈。微臣只要在刘公公的舌头上扎几针，扎上7749针，肯定针到病除，脸色马上红润。皇上，公公，来吧。皇上，此情此景，我怕皇上见了之后晚上会难以入眠，所以微臣建议皇上是不是？哦，对对对，朕不看，朕不看。皇上，现在刘公公的气色是不是好了很多？于大夫果然厉害啊。刘喜，好多了吧？皇上，于大夫和家眷留在宫中伺候朕与燕妃娘娘。臣遵旨。苏姑娘请坐，于御医请坐。这里环境清幽，不会有人骚扰你们的。这两名宫女是专门伺候你们的，有什么吩咐就尽管说，不用客气。我们只希望能够尽快找到药单上的珍贵药材，那些药材明天一大早就可以送到。御医的吩咐我们可不敢耽误。在宫里面，你越是客气，别人就越觉得你好欺负；如果你越是霸道呢，别人就会越觉得你有后台。看来燕妃娘娘你很快就掌握了宫里面的游戏规则啊。其实后宫跟森林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很软弱的话，很快就会变成别人肚子里的食物。怪不得人家说女大十八变啊。记得以前第一次和燕妃娘娘见面的时候，也不是很久以前呢，但是你的变化可真是不小啊。第一，变得越来越聪明，其次，以前的良家小女孩现在变成了燕妃娘娘，小鱼儿真是没用，还傻乎乎的。多谢于大夫夸奖。小鱼儿告退。大爹，我们去找东西。你们要找什么东西啊？我们要找的东西你帮不了我们，你一定没有。哎，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可别东西都不着，连回去的路都不认识了，让人抓住。最多被人。哎呀，我有好多东西都没吃着呢，我不想死啊。喂，你在干什么？不关我事啊。还说不关你的事，明明是你随地撒尿，不关你的事，关我的事啊。求求你，求求你，千万别抓我。你叫什么名字？报上名来，哪个公公底下的人？说。求求你，这让主管知道了，我是要受刑的。不说也行，你告诉我，宫中藏宝贝的地方在哪里？宝贝？什么宝贝？你是太监，你会不知道宝贝在哪里？你别耍我呀，老弟。哦，你说的是那个？别指我，少装蒜，快说宝贝藏哪儿了。好好好，我说，不是所有太监的宝贝都藏在宝贝房里？不藏在宫里，藏在什么地方？有的藏在替我们晋升的师傅那儿。那你们的师傅在哪儿啊？全国各地都有啊，京城就有好几个，最有名的就是在城北的要饭胡同。哦，你也是找他做的？是啊。你们是想问哪位公公啊？刘喜。哎呀，踩到尿了，傻子。公公，不用怕，
我不会把你供出来，只要你告诉我那个刘公公是哪个师傅晋升的。那你们不要把我给供出来啊。发誓发誓。别的人我不知道，正好他是我知道的。踩到尿了傻子。他跟我一样，他也是在城北要饭胡同做的，所以他的宝贝啊也在那儿。继续撒尿吧，谢谢。别偷看啊。发誓发誓。哎，我们怎么办？去要饭胡同。哎呀，我有点这。放心，我们不是来打劫的。哎，你们俩来晋升的？啊，是啊，不，我不是，他是。啊，哦，你呀，来来来来，哎，我说啊，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想当太监？那宫里不收啊。你有所不知啊，他呀被太多女人纠缠，烦呢，所以割了算了。哼，就他，人不可貌相，你听说没有？哎，好，那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先签份契约。为什么要签契约？哎，写明了如果发生什么差错，各安天命。这个宝贝呢，留在我这儿，他日来赎。这个价钱另议。你不觉得赚这种钱很缺德吗？嘿嘿嘿，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啊。如果想选个好日子的话，那还得另外加费。人家来赎宝贝，你满钱要价，你的良心何在啊？你不要跟我啰嗦，告诉我宝贝都藏在什么地方。带路。这刘公公地位显赫，他的宝贝就是贵宾，这当然就得有贵宾房啊。喂，你耍我？刘香香。哎，每个太监进宫啊，都不用自己的原名，而改一个新的名字。这刘公公进宫之前的名字，他就叫刘香香。啊！行了，你拿着，先拿着，先拿着，这么久不会坏啊？哎，当然不会啊！净身之后，宝贝就拿去炸了，跟着风干，可以放几十年。等公公们百年归老了，还得把这宝贝拿回去陪葬，否则这身体不完整，就不怕投不了胎啊！好，谢谢，走。你们，这刘公公怪罪下来，我可怎么办呢？你赚这缺德钱也赚了几十年了，也该给自己积点阴德，快把店门关了，回乡养老。别呀，你们不能这样。喂，回来回来呀。哎，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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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用来取悦皇上的几个小玩意儿。取悦皇上？什么小玩意儿啊？导弹大师发明的木头人，据说和少林寺木人像中的木人一样。我在导弹大师的导弹宝洞里见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做了四个。那他们都会做什么呀？可以做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可以令龙颜大悦。好玩好玩好玩。皇上，臣今天准备了一样特别新鲜的玩意儿来献给皇上。起来起来，快起来，有什么好玩的让朕看一看呢？是。皇上不用害怕，这几个只是微臣精心发明的木头人，他们没心没脑，不像有些有心有脑的人终日只想着如何争权夺利。胡说什么？又不是骂你，生那么大气干嘛？皇上，我做出这几个木头人只是想让皇上开开心心。就这么几个木头人会取悦朕？他们会唱歌跳舞吗？唱歌？不过跳舞呢就应该没问题。不好意思啊。好玩好玩。好。挺好啊。
停！皇上，高兴吗？哎呀，朕真是很开心呐、他还能给朕做点什么呀？倒酒如何？好啊，给朕添酒。皇上，快快快！皇上，真是好玩，朕今天很开心，你是立了大功啊。于大夫，能告诉朕怎么用他们吗？当然当然。好，就把这些木头人留在宫里伺候朕和爱妃。谢皇上。朕要赐封这些木头人为玉国宝。皇上万万不可啊。为什么？回禀皇上，这些木头人充满了妖邪之气，人非人，鬼非鬼，我看让他们长留宫中恐怕会招致灾祸。真是混账，朕现在正高兴，你竟说出如此混账的话。皇上，奴才知罪，不过奴才是看到有些人想蒙蔽皇上，所以才冒死进谏。住嘴，你以为朕是三岁小孩吗？哼，长他嘴，这木头人怎么摁呢？啊，皇上，皇上啊，朕明白。皇上，刘琦，你大胆，竟毁了朕的国宝！哎呀，于大夫，这些胳膊还能挂回去吗？回皇上，我看木头人这胳膊是挂不上了，就像有些人一样，身上有些东西掉了下来，就永远都挂不回去了。刘琦，你这奴才，如果再有下次，朕就要廷杖你！赶快滚！奴才告退。江一燕这丫头竟敢连同小鱼儿来羞辱本都，哼，本都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去。都中，让属下现在就去把小鱼儿碎尸万段。嗯，你们去。哼，万一吵起来只有坏事。都中，难道您想他们把燕南天也偷偷带进来了？今天晚上我就去杀了小鱼儿，跟着把燕南天的功力吸干，我看你江玉燕还有什么帮手可请。督主亲自出马，自然无人能挡。嗯，你们找人去监视皇上和燕妃，只要他们一就寝，马上就来告知我。属下明白。我是燕狗，又名刘香香。又中了这个小王八蛋的计了。呀，哼，小鱼儿，你给我滚出来。你把我的宝贝怎么样了？放在一个笼子里面，里面养着四条恶狗，每天我会叫人喂他们三顿饱肉，吃饱了自然对您的宝贝没什么兴趣。如果有一天我忘了给他们肉吃，那就很难说了。我没有了宝贝儿，那又如何呀？啊，在下这次进宫也不过是图一场富贵，只要公公你不要继续跟在下抬杠，我自然会把你的宝贝保存得香喷喷，放在要饭胡同比不上放我这儿啊。我算你狠。这样吧，两三年之内你如果让我顺风顺水赚一大笔，能够告老还乡，到时宝贝一定还给你。君子一言，四十几匹马都难追啊。小鱼儿，这次我们有了一个天赐良机。是吗？是什么？西域的昆仑部落一直向我天朝臣服，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但是自从他们的塔卡公主比武招亲，多了一个驸马之后，
他们对朝贡的数目提出了异议，要求一年减半。昆仑部落乃西域小邦，十分穷困，人民缴不出朝贡来也不无可能啊。这是后话，这回最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三道难题，要我朝的能人来解答。他们说如果我朝的能人解答不出来，我们就没有资格要他们缴那么多的朝贡，而且以后每年都要减半。很难吗？听说极为深奥。所以你希望我们解答？如果朝中的能人答不出来，而你可以答出来，你就可以成为皇上身边的大红人，以后刘喜就更拿你没有办法了。既然是这么深奥的题目，我们也有可能答不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先不出手，让朝中的文武先答，如果他们答不上来，或者根本就没有人敢出面应对，那个时候我们再出手相助，这样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照你所说，昆仑国自从那个驸马出现之后才有了异心，那我想这些难题应该是由那个驸马所出的。他是什么人？我有所耳闻，这个驸马极为神秘，而且他好像没有过去，从来不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他进朝的时候脸上带有半截铁面具，人称什么铁面驸马。铁面驸马？好。明天就要进宫去见中原皇帝了，他们的礼部官员都已经安排好。如果中原的皇帝知道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请他减低进贡，他会怎么想？你说他还会不会接见我们？如果皇帝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该怎么回去面对昆仑的子民？驸马，你为什么要戴上这个面具呢？宣昆仑塔卡公主及铁面驸马上殿。怎么这个铁面驸马这么像老花？昆仑塔卡公主，铁面驸马，参见皇上。免礼，平身。谢皇上。贵邦与我朝的关系一直友好，公主要求见朕，有何贵干呢？皇上，塔卡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哦，愿闻其详。我部落从去年入秋开始，就一直闹旱，至今没有下过半滴雨水。我们可以耕种的农田本来已经不多，如今更是良田荒裂，草原上连草也不生长。我们的马匹、骆驼和羊都死了大半，若是按照往年所签订的，要向贵朝缴纳粮具万匹、骆驼七千头、羊毛30万斤的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承担。所以恳请皇上体恤民情，准予免缴一年，相信皇上一定能够谅解。哎呀，这怎么免呢？如果他们可以，对呀，我们对呀，以后可怎么去啊？那再也收不上了。不行不行，公主啊。贵邦的困境朕很是同情啊，无奈交纳岁贡是你们部落的义务和责任，要是所有藩邦都像你们这样要求免纳，就难以收拾了。我们不是不肯缴纳，只是希望可以请求免交一年。如果明年继续大旱又交不出岁贡，那该如何？皇上明鉴，如果天不见年，那我们的子民也只有坐以待毙了。众位卿家，你们意下如何？这怎么能够？皇上，恕臣大胆，臣认为此风万不可长，藩邦有义务缴粮纳贡，本朝亦有义务保护他们。试想，如若他们不缴纳岁贡，
有朝一日异族兵马入侵，那么我朝是否亦可以坐视不理，不施援手呢？公主，你都听到了，朕的官员不同意啊。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只好跟皇上赌一把。赌一把？是，既然贵朝见死不救，那我们也只好险中求胜了。我代表本部落提出三大难题，由贵朝代表回答，如果答对了，我们会如数缴纳，而且还可以增加条款。但如果贵朝答不出来，那我们的部落就免缴纳一年。皇上觉得这样公平吗？公主，这个时候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很简单，刚才皇上曾经提出义务和责任的问题，现在我就响应一下。我想贵朝能人众多，所以我请你们伤一下脑筋，来展示天朝之邦文武双全，并不只是靠武力来征服邻邦。好，朕就接纳你的提议。谢皇上，那游戏就开始了。未知贵朝会派哪一位代表作答呢？哼，我天朝能人众多，哪一个都行。既然阁下这么有把握，那我们就开始了。第一个难题就是，这是一颗九曲玲珑珠，它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但其内有无数岔路，一共九条，互相交错。请贵朝派一位能人，把红线从这面穿进去，从另外一面穿出来，就算贵朝答对了这个难题。这算什么难题？女红的活。那就请贵朝派出最好的女红高手来穿线吧。九曲交错，每曲分九段，共有811个洞，其中大部分的洞都没有出口。我部落最聪明的女子穿过此珠，用了32年，那也是60年前的事了。你们分明是耍赖！耍赖的是你。且慢，这个问题我有办法。铁面驸马，你我虽然素未谋面，不过你的一双眼睛在下却觉得很熟悉，你是哪国人？在下昆仑人士，与阁下的确素未谋面。是吗？不过阁下的身材、头发、声音都像极了在下一个生死之交，不知阁下是否可以脱下铁面具以真面目示人？对不起，驸马下半边脸天生畸形，非人非兽，自10岁之后就从未脱下面具，更何况在皇上面前更不适宜，恐怕惊吓到皇上，驸马担当不起这个罪名。那就不要勉强人家了啊。于御医，那就不要再逼他了。好，那在下也就不勉强了。皇上，这个问题就交给在下吧。烦请皇上派人到御花园帮我挖一个蚁窝来。啊！现在叫你穿珠，你又搞什么蚁窝呀？刘公公，你自幼入宫，规行矩步，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自然不懂各种奥妙。那你还不赶紧去找蚂蚁窝？启禀皇上，在任何蚁巢中，绝大多数蚂蚁都是公蚁，但是一个蚁巢中只有一只蚁后。我现在用1粒米将那只蚁后粘在出口的地方，然后我用一根红绳绑住一只公蚁，把它从这入口放进去，那么这只公蚁自然就会想尽办法拼了命地由入口跑到出口与那只蚁后汇合，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把那红绳从入口牵到出口。御医真是了不起啊！请问公主，这算解答了你的第一个问题吗？御医果然博学。六十年前，我部落穿透此珠之女，用的正是同一方法。六十年前，在下还没出世，但是都很想认识贵国那位婆婆。好，第一关算是御医过了。明天在御花园，我们会提出第二个难题。哎，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啊？到时你自会知道。皇上，他们越来越不像话，不能纵容啊。不是啊，皇上，我觉得他很有性格。我们是天朝大国，皇上又一诺千金，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让他们再输一次，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御医说的对，皇上，您说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对，御医今天累了大功，朕一切都听你安排。公主，明日午时我们在御花园进行第二次较量。无端端的做了昆仑国的驸马，戴铁面具又不肯脱下来，又不愿承认自己是花无缺，怎么会这样？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最清楚，你最有解答的权利。我想星兰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以他的武功，连自己心爱的人一条命都保不住，那种无助的感觉真的会把他逼疯。可我看他不像疯了的样子。疯不了会更痛苦，所以他就远走他方，忘记自己的名字，忘记自己的朋友，忘记自己的身份，他甚至想忘记自己的回忆，所以带着铁面具见人。这种说法在我们女人看来不合理。为什么？他是因为情伤才远走，所以不愿意以以往的身份示人，害怕触及回忆的伤口，这都很合理。可是如果他没有淡忘原来的那份感情，他怎么能那么快就跟另外一个女子成婚？如果他能够展开新的感情，那就说明他已经淡忘了曾经的情伤，那就更没有理由蒙面示人了。说得对，所以我就更加想不通，除非这个世界真的有两个人那么像。我看你们就不要伤脑筋了，来来来，先陪我喝一杯。这御厨做的菜啊真好吃，我李大嘴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呢。那就好了，你多吃点啊大爹，我真的没胃口。有时候看燕南天疯了，反倒快了。这两天他把附近的蟑螂抓来教他们练功，现在正在后花园教108只蟑螂练罗汉功呢。不如你去公主的住所求见，问个清楚，也许今天在大殿上他没办法跟你讲明白呢。你觉得我可以去？对啊。想不到九曲玲珑珠的奥妙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御医识破，中原真是卧虎藏龙，能人众多呀。他不是什么御医，而是我的好朋友小鱼儿。他是你的朋友？今天在大殿上他以御医的身份出现，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还有皇上身边的燕妃娘娘也是我的好朋友江玉燕。我留意到了，今天在殿上他的眼神一直留在你身上，很少离开，我看得出来那是一种很倾慕的眼神。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小鱼儿会和江玉燕在一起。你说明天的题目他会不会答得上来？
如果于大哥是你朋友的话，可不可以劝他不要打中呢？御医于某求见昆仑部落铁面驸马。你不去找他，他竟然找上门来了，怎么办？于御医来找驸马吗？嗯，是啊。驸马已经休息了，于御医有什么重要事吗？没什么，我想找驸马聊聊天。啊，我们关外的人太阳一下山就休息了，如果没事的话明天再说吧。哦，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嗯，不过你的驸马真的很像我一个好朋友，叫花无缺。哎，老花老花，连小鱼儿这种蠢材也都能从失去挚爱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你花无缺你啊。驸马，决定了的事儿就不要再叹气。于御医到。微臣参见皇上，参见燕妃娘娘。御医，今日公主必然会提出新的难题，爱卿可有把握答对啊？臣定当尽力而为，就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御医治时渊博，这样说实在是太谦虚了吧？刘公公何尝不是饱学之士？不如今日的问题由您来答吧。哼，奴才自幼进宫，读书不多，岂敢期待于御医啊？那就少说废话。是，奴才知道。塔卡公主到。昆仑公主与驸马参见皇上，祝皇上万寿无疆。啊，不必多礼。公主与驸马今日的难题拟好了吗？今天的题目是一个思考题，答案已经拟好在此，请皇上保管，以示公正。好。相信今天也是于御医来答题吧。在下才疏学浅，满朝文武都是皇上的智囊，咱们一群臭皮匠看急不急得上驸马这位诸葛亮。于御医不用客气，驸马今天的题目是：昆仑在极西之地，常年有天灾地震发生，人畜死伤甚重。问题是驸马派了10名士兵在山上看管1000只羊，为期1年。第一个月发生了地震，死了一个士兵，100只羊。第二个月又来了一次地震，又死了一个士兵，100只羊。第三个月也是一样，死了一个士兵，100只羊。那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5个月之后还剩多少个兵，多少只羊？哼，不会那么简单就剩下一半了吧？当然不会，要是这样的话还叫什么难题啊？哈，是。依我看，人跟羊都没有了。为什么？问题很简单，人跟兽都有恐惧之心，况且地震每月一次，每次都有伤亡。皇上您想想，他们还会留下来吗？嗯，爱妃言之有理，一定是这样。于御医，你觉得怎么样？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就是因为有个盲点，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盲点。盲点？皇上，于御医不用看了，这信封乃我们特制，迎着光也看不透的。看不看得透信封不要紧，最重要是看透一个人的心。驸马的心被我看透了，我知道答案了。经过3次地震之后，死了3个人，300头羊。5个月之后，山上的羊当然一只都不剩了。就是啊，动物都有求生的本能，震了3次之后，
他们还不都走得一干二净吗？燕妃娘娘果然聪明啊，野兽都有求生的本能，难道人没有？人当然有，不过人与野兽相比，人就多了一点东西，就是忠义。有忠义又如何？看管羊群的是驸马所派的士兵，所谓军令如山，就是死剩一个人也不能走。所以我看答案是五个月之后只剩下五个人，一头羊也没有。五人无羊，玉玉一可真是绝顶聪明啊！公主、驸马，你们服还是不服啊？倘若贵朝的能人明日能答出我第三道难题，驸马我心服口服。今日先告退，明夜在此处再问第三道难题，告辞。哼，皇上，此人是越来越不像话，简直不把我们天朝放在眼里。哎，算了算了，我们天朝之邦总得有点气度，他们连败两场，由他们去吧。皇上宽宏大量，微臣时代敬佩敬佩。哼，拍马屁。马？哪个马字啊？是不是一横一直一横一横，底下是一点两点三点四点那个马字啊？但是在下拍的可是龙屁哦。你说我拍马屁，那你是不是说皇上是马而不是龙啊？你，刘喜，你这两天不断的胡言，若再如此的话，明天就不要跟朕来了，省得丢人啊。奴才知罪，不过奴才的责任是保护皇上，岂可不来呀？奴才自当慎言便是了。我本来想答对第一道难题来逼花无缺相认，谁知道他完全不理。我再答对了第二道难题，他仍然不理。我现在真的有点后悔了，到底我答对问题是对还是错？明天第三道难题我是该答对还是故意答错呢？别把自己想得那么高，最后一道题一定是三道题中最难的，你未必能答上。如果我答对了，昆仑国人民怎么办？那你就不要答呀。不答就是欺君之罪啊。你不说你知道，谁会知道你知道？也对。燕妃娘娘驾到。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们。燕妃娘娘请坐。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今天晚上总有点心绪不宁的，所以我想跟于大哥聊聊。娘娘请吩咐。我知道花无缺是你的好朋友，而那个铁面驸马跟他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依目前的形势来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皇上对你连过两关的表现极为赞赏，如果你明天晚上再答对第三题，那么你很快就可以凌驾于刘喜之上，成为皇上身边的大红人，这样我们以后对付刘喜就容易多了。娘娘是怕我放他一马。看来你真的是绝顶聪明，我什么都瞒不过你。那么就请娘娘放心，小鱼儿虽然是一个性情中人，但是还晓得分轻重。再说前面那两道题我答对了，实在是运气。真的，明天的第三题我未必能答对。不难，只要你保证你会全力以赴，不会故意相让，那我就放心了。那么娘娘一定可以放一万个心，小鱼儿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一定不会阴私忘公。好，我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不打扰二位了，告辞。今天的燕妃跟当日的江玉燕真是判若两人，虽然她很有礼，说话也很得体，可是隐隐然透着一份霸气。欲望越大，霸气就越大。我真是骑虎难下，赢也不是，输更加不能。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想想明天怎么去答那第三道题吧。公主，
今天晚上，朕希望你的难题比前两条更精彩。皇上，我们这次来是为百姓请命，并非为皇上您表演。如果皇上希望看到什么精彩表演的话，只怕要令您失望。那就开始吧。御医，你准备好了没有？微臣早已准备就绪，洗耳恭听驸马的难题。第三个难题是，陪着你走过五彩斑斓的世界，不代表我就拥有过你的一切。谢谢你的告别，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也许因为我的天资不够，体会不到你对我的体贴，但是可能你对我并没有那么了解。失去的青春就像我们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两个人无话不说，再到最后陌生，我想我都可以去忍。路上的灯看着我们冒着雨在情节里飞奔，希望有个人能明白我的眼泪和我的后半生。原来我一开始就陷得那么深。